哎，里面打。好香哦，完了，没睡觉，果然有他。这个等一下我们结束一局再来。哇，我碰一堆人，早安。要色吗？粉色。红红半中。来哦。你是没睡吧？啊，我是没睡啊。我会提前关啊，现在好困哦。因为怕是怕说，这边讲说中午可能会开之类的，对的，欸，啊，结果我自己累到没办法，我是怕睡过头，然后就跑去健身嘛，因为睡过头又没办法健身，然后就跑去，对不对？就干脆不睡觉去健身，然后健身完之后也七点半左右，然后就休息一下，看了一下，哇，快十点了，那完蛋了，太太不行。哇，有一个哎，太猛了，快点，我第一个眼药水好了，等一下。这低下去就会不会睡着啊？在想这件事。嗯。等一下，我现在闭着眼睛。觉得等一下，眼药水低下去，闭一闭就睡着了。快点，让我清醒。哦，眼药水，电眼科的眼药水能扔掉。吴老师，啊，哦，哎呀，嗯，哦，哎。好，眼睛睁开了。好了，大家好，大家上午好。啊，嗨，卡比，卡比，你买那个了没？买字模了没？好，开始咯。你现在的精神介于睡与不睡之间，不是我本来晚上是想睡觉的，但是就是有那种真的是失眠到你很累，你想睡但睡不着，很痛苦那种感觉。我就是会一直乱想，乱想到让你没办法睡觉。换早椅了，你这小鸡鸡，不是说要去换，不是叫你去换吗？不是叫你去换字模吗？所以你除了字模三只都有了吧？我那时候看你好像有会长了吧？那时候不用会长呼了他们小鸡鸡一把。没有，9:50。砰！啊！进！按！按错！哦，我有看到你说小鸡鸡啊。我熟啦，我小鸡鸡不是吗？我在展览台看啊，就有在看啊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六八。
不过现在好困难哦，太太。好，居然主管再不敢玩，没关系，卖肾卖肾，早去找哦。没有，我只要等人多一点，再去让你们见证我结婚的那一刻，可以结婚了。我觉得我应该大概十点半就会睡着了，然后现在有点撑不太久，你会叫我去睡，但现在躺下去还睡不太着。见证我睡觉的那一刻，来呀、啊！那我就开台睡觉。原来其实手还在抖。七。要吗？我开台睡觉啊。哦，不过之前吃安眠药开台那一次，我真的很猛哎，竟然没直接睡着，还会说不行不行，我现在好呛哦，我要关台了，我好呛哦。那时候觉得蛮屌的，但不是直接倒下去这样。那时候你们都快吓死，有什么好吓死？就呛呛的而已啊！就讲话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后面好飘哦。你现在很呛没有？我现在看得出，我有办法看聊天室，还有办法清楚的念出来，好吗？声音可能听起来比较累一点，可是我还好啊。八八八。你要再吃吗？你会不会开到睡着？他们说很想看我睡觉啊，我也可以开着睡觉啊。诶？转账，砰！我怎么会打这张？应该打这张啊。现在不知道你在打什么东东，没事啊。
我不知道是我太累的问题，还是我怎么看不懂在打，我也不知道看不懂在打什么。进来了，看，哎，龙，我也好想赶快立子哦，不用想东想西了哎，真棒啊！棒的，前方安安，准备其中，对耶，要考试加油！棒，这么安安。我刚刚其实可以自摸欸，因为我最后摸到了红中跟东风，不知道欸，我刚刚有摸到哦，一条也有一桶一万，健身完还没睡的意思吗？就整晚都没睡啊，整个晚上都没有睡，屌吧。没什么好炫耀的，耳朵好痒。早安，等等考完试来说爸爸。等一下可能就关台了。不过你是因为要上班。哦，你是大夜班哦，你讲屁话。屁话！棒！要拆，感觉是要拆掉哎、欸，关很小哎、大概看到我十秒钟没有动作的话，应该是睡着。等。讲屁话，你说你吗？气。我刚看成想睡觉到放屁，我想气啊，放屁。气。
ンです。ポンです。ドン。哎呀，我应该用一杯口的，我就这样按下去了。芭比没玩到七好痒哦！在打友人场，活到冬四结束就很开心。你是受到什么摧残吗？佐夫西哥，嘎嘎早。掉了，我还没睡啊，那就没睡啊，有什么办法？失眠，失眠就只能去运动了。杰瑞早，醒醒安安。很闪那边不是垫底就是飞，可是你不是你有飞人啊？你我。得你今天晚你半夜在玩的时候不是很强吗？哎、欸，等一下是重开哦，等一下我要结婚，我要去跟灰夜姬结婚。不能一翻而已，不能一翻而已。你应该不知道规则啦，就是尽量不要一翻，好吗？
有人场就是玩梦想的，不要只有一番而已，拜托了。感觉你应该是不知道啦，因为你也忙着上班吧。啊，兔兔，洛奇兔兔，不是用那个的话就局限太多了啊！啊，我也是想开心玩啊，用那个局限太多会玩得很不开心欸。你有懂吗？啊，想大家玩得那么累啊！我还好，没有啦，钱用过了啊。很多时候你就算粒子也只有一番而已啊，你也糊不了啊，只能拼自摸啊。菜鸟安安，你懂多难玩吗？好，你不懂。欸、对，说到这个，我要去捡小鱼那天，你干嘛、啊？没关系，自摸就好了，就摸到了。还要捡，捡到忘记。要老居就好了，那些老居哥。罐可以改啊，罐是可以改的东西啊。嗯，嘎嘎，我叫嘎嘎姨。是不想要大家玩得那么累，啊，自己有什么意义，自己要清楚就对了啊。你可以粒子啊，你唯一能一番的就是粒子一番，好吗？那其他什么一排发，再加长风这样，或是对不对？一排加一宝牌，好不好？只要你有一个宝牌，再加一个一番的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对啊，就是最近玩的规则是这样了，多好养哦，胖，多进水，多进水。有了，力气。ごめんなさいね。
要没了。嗯，玩断幺九还是最强的。我在飞，还没啊，快了。嗯，飞，我要飞。绝不后退。飞不管有多远，你年纪比较小，那就不要乱叫啊，懂吗？听人家说叫老鞠就好。那就叫老去靠腰，为什么打掉这张？哎呦嘞！リーチ。啊，白。这样子没有，有吧？不知道哎、欸。我这样子有算三色吗？没有，对不对？我这样就没有三色同生了，对不对？七，还是有。来看一下。没有。太早了吧，我就没睡啊，太早。他得我困啊。耶、yeah! 就过去了。好的，感谢。好啦，让大家见证结婚的一刻。缔结契约，建立。呜呼。わらわの真の姿、見てみたいか？何時がそこまで期待しているというのなら、無理に決まってるじゃろ。バーカバーカ。神様が人間の前で真の姿をばらしてどうするというのじゃ。それにわらわのこの姿の方が気に入ってるじゃろ。恥ずかしがらなくて良いのじゃよ。耶、yeah, 不讲话了。哦。香啊香。好啦很。耶、yeah! 放。刚刚满手宝牌被一翻，哦，那就是意外啊！棒棒！哎呦，那我是不是要调整造型？哎、欸，你换了、哦？没事没事，我知道你没跟台啊，所以我刚刚有说下次不要这样。好可怕的阵容，昨天闪闪的阵容才好笑。我刚刚讲说，闪闪你还是你要跟三个那个字魔打，
自魔支配的恐惧。哎、欸，靠腰啊，打错了。啊，算了。哈好，晚安晚安，快去睡，困啦。嘎嘎下去，看来抽到了，没有，这不是我抽的，这是靠香港的手。不然凭我是不可能抽到这个东西。昨天水沟涨下了，啦涨淹水了。啊！我今天刚去打活动，就是这样子，也是。也是这样子，我在犹豫要打哪张的时候，就进来五万，好，你也行。
ち。通常如果像是二条的宝牌是三条，对不对？那通常三条前面跟后面是不是也都算是危险牌？就是有意识到这件事情，然后一直忘记问，因为发现有时候都是打前后就我就放枪。谢谢你的碰。谢谢你的碰。碰的不错。哎呦，这牌怎么有点猛啊？你要飞了，你才有一万多，你还可以立直十三次，你要飞了。Drop hand。赶快打电话跟男朋友说，有人打飞我。哎、欸，你知道？碰，他不会玩，没有，他只要知道你被打飞就好了。看呢，啊，碰，
碰。Done.啊，又没了。地址一般可以接受吧？可以啊。怎样？你是要抢进来玩是吗？哭啊！手痒没手就乖乖看台咯。记教主不累吗？累啊，可是睡不着，最烦的地方啊，很累但睡不着。他还活着吗？这边有那个叮当哎，
我跟你讲，现在在玩日麻，你在讲其他游戏，其实没什么人可以回你，你懂吗？懂。哇哦！现在你在讲你的东西，但是没有人可以回答你，是建议你不要讲自己的东西啦，这样其实也很不尊重其他人跟我啦。你看哦，你现在打四川麻将，那干我什么事情？啊，没人可以帮你什么之类的、啊，是你自己跑去打四川麻将的。然后现在心态炸裂，跑来跟我讲，啊，我能回答你什么？没办法、啊。你怎么没有？我有一个大梦想，我也有哎、欸。不知道心态炸未尝，它不算其他游戏，却很有这个游戏在哪里？哦，人家的那个不叫四川麻将啊，你就说刺鱼就刺鱼啊，宝牌狂就宝牌狂乐啊。哎、欸，大鸟鸟，按一下哦。对啊，刺鱼啦，不刺死。他就帮，好啦，就算这是四川麻将好了，那这个游戏它的名字就是叫那个啊。啊，你不照着叫，你这样子大家谁听得懂？没有，没睡觉，火气是很大的、哦。睡觉前教主在开台，睡醒之后也在开台。请问我有睡觉吗？没有。你没看标题吗？你也不能怪我脾气差，或是耐心不好啊。然后睡前小鱼还叮咛我说：“你也早点睡，我也回他好。”他现在醒来了，我还醒着哟。什么东西？那个我习惯了，叫他四川啊，这样，我鬼东西呀、啊？不是，你真的听不懂我讲的话吗？好，那你到刚刚如果没有讲说刺血之战的话，那请问聊天是有多少人知道你在讲什么东西？那只会让人家觉得你在自言自语，不知道怎么接话，会觉得你是怪人，知道吗？因为我现在是好好跟你讲，你让我的感受啦，不要说全部的人好不好？好，我的感受。我有打日麻之前就打过了，改不了。不是啊，就好啊。那时候也跟聊天室的一个人讲说，这个游戏的天好妖啊，我突然来了，不知道怎么打。天和好了，啊，这边叫做天，哎、欸，天和嘛，啊，可是台麻那个香港麻叫天湖。那有时候他有他的术语啊，每次讲话都不一样啊。啊，你是入境随时都要跟着讲啊，不能只是因为你觉得，比如说好，人家的狗狗可能叫做好旺财，或是旺财或什么来福好了，那你硬叫改本来叫什么小黄之类的，懂意思吗？人家的名字就这样叫啊，硬要叫人家小黄，这样就很不尊重别人。哦，像我之前也是，每次跟他们玩，我都是说台麻那些的用语啊，啊也是后面慢慢改过来的啊。啊，白痴哦、喔！
让我想到小狼的国中变小狼。然后他是外国人啊，因为那时候我听他那个后面在念那个什么，就是胡牌之后的那些，他讲话很像是外国口音。对，他是外国人。小狼在中国变小明，到底为什么？救命！约瑟夫，哦，难怪哦。炮！把你完全静音，跟那哑巴讲话讲不出来。但声优好像是日本，是啊，不是吗？是啊。这个最像去哎，为什么我的速度怎么可能这么慢呢、啊、他35岁，我快比他大了哎、欸、完蛋，会讲话了，好有成就感哦，对，我有新的贴图可以玩，嘿嘿，而你怎么就立足了？欠吃。是。哎、欸，还有这个哎、欸，干，这好 BG 哦，我喜欢。啊，结婚后的图比较好玩哎、欸。你会不会一直打宝牌为了听那声音？怎么可能？我是白痴。不是啊，他只要立直或是糊都会吓到我很多次，所以我把他的语音关到超低的。看，就问你怕不怕这个声音？你昨天终于切下去了，恭喜！快翻桌，翻桌是另外一只，应该说拍桌。轮拳会吗？我合过啊，我有糊过哎、欸，就觉得还好啊。没有，那时候是在修罗场糊到的。有时候觉得三麻跟修罗场糊到的大牌，好像又不是说很纯正吗？就觉得说像这种正规合到的。才有办法像剪精华那种感觉，像我之前剪那些精华，就觉得
要撤掉啊，感觉又不是说什么很，怎么说，觉得要这种正规的合出来的那种稀有一种才会觉得让人家觉得很，配一只鹰出来要配什么，应该他要被糊了还是什么，被痛被吃，然后要个语音出来哭啊，只是中文配音明星三缺一就好了、啊、对不不过用是用粒子拼出来的的确有感觉，哪一个啊，对啊，玩明星三缺一就够啦。李姐，哎，如果我睡着了，麻烦请叫我起床，打赖叫我起床，呵呵，嘿嘿。看，理解。你也是有玩，玩啥？三缺一哦。哦，能屁胡的都好玩哦。最后的十枚になっても、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。我有回音。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。这什么声音？是我的还是他的？我的吧。为什么会这样的声音？哦，剩十张牌会有声音哦。是只有结婚的人听得到，是不是？哦，第一次听到，哎，好屌哦！你们这些常听的人一定觉得，啊，你没听过吗？哇，小鱼，你第一次听到对不对？还是说，啊，你说什么？好，你有说话吗？太可爱了吧！四十三还有。常听人乡巴佬，哼，穷逼，还不是乡巴佬嘞？海鸟是不是想要碰碰虎啊？你没有小时候，但你知道，你是去看别人才知道的。我刚想说，怎么好像天空上有一个声音在，什么人的圣旨，那不是圣旨，人民在空中呼喊，有那种 echo 的声音。他想说奇怪，是我开了谁的台没关掉的？看，哇，你真的也是很厉害呢。
对，神域。闪闪的一句话，劝你善良。怎么？どう？哦，杀人啦！こいつドラ四。ハネマン。杀人啦！还好，不能说烂，好棒哦！那不能什么，就你出一张嘴。连装两场啦。对啊，这柴鸟我真的印象都是很强呢。每次跟我们玩，他常常都嘛是一位的，哎，只有昨天我有印象是把他压在地上而已，就没了。其他的时间都是他把我们压在地上。昨天可能是满月吧，或者是峨眉月，就是完全是没月亮的月份。然后换他把我们压在地上。我记得萧之前都是跟谁一起进来，忘记了，也是三个字的吧，还是什么？若星不是若星。等下我没印象了。去柴鸟是吗？那种昨天柴鸟进来，他没进来。哦，哇！哎，你他妈小鸡鸡，你还这么可以合一番？哎哎哎哎哎！没注意到，抱歉，我不听，我不，这一定是骗人的。你怎么可能只和小鸡鸡？我跟你讲哦。你就算后面变大老鹰也没有用了，你已经第二次了、喔，停赛三天，那也要我记得啊。哎，我都现在都拼粒子，要么粒子，要么碰碰虎。叫屁！理解吗？斥责你。他上次就是老鹰变麻雀啊，又变回大老鹰啊，从前天的事而已吧。大声斥责，我抵制你。哼，除非能逆一，不然无法接受。你说他哦？好啊，如果你能低位的话，我原谅你。不然就是好啦，你输给我，我就原谅你。
噔噔噔噔噔。龙，我到现在只会碰碰跟断幺九啊，你都不好好玩啊。彩鸟真是整天在过年，感谢酱油超级留言。东四了，你逆个头，爽啦，怎样？爽啦！感谢小鸡鸡，感谢彩鸟。哇，飞机票来了，飞机换那个换孟子。他混酱油混一色也很好，很好用啊。还有什么碰碰、断腰，还有个蛮好用的，那叫什么？就清一色跟混一色而已啊。啊，还有国士无双，你总会吧？国士无双每个人都会啊，就只是你运气有没有到而已啊。快去看我的国士无双精华，剪到不想再剪了。七对子，我真的材料也有了哇！你要结婚了是不是？彩鸟真的好凶哦，彩鸟就真的很强啊！啊，还有啊，酱油，还有岭上开花。你这样会碰碰壶的话，你碰碰壶就很有机，很高几率岭上开花。我的天哪、啊！太无情了吧！大概等几局才能抢位一次？理论上。就每天只有一次啦，因为等的人也很多啊。像如果一大早这种，就五三一开始刚开台，刚刚也是等了很久才有人进来嘛。对啊，那时候就可能搞不好就是玩两场，哎、欸，还没有人这样子。这次联动的手抽是他们消费，对啊，七，然后酱油人就不见，到you到。那我12点睡的话，其实理论上睡正常睡7小时、8小时，我也会透过巧克段。嗯。还在看你打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没有给你刀？金针管。看。看我打。不是啊，你就是不要抱着那种，能吃就吃，能碰就碰啊！有有有，现在那个他有个新模式，你可以去玩那个。他现在活动有叫做赐予子弹的，在活动页面那边，他可以当台马玩，他可以庇护，所以。台积啦不给你，有了啦，你哭啊！给你了啦，你可以去看一下那个赐予之战啊。
哦，不是哦，你就很少来我的台哦，什么排挤？每次都是我去你的台，看你那个十三分钟生存死掉，那就看你吃东西咬破嘴巴，有没有？是不是我去你的台比较多，还是你来我的台比较多？对不对？对啊，你可以开台去玩的啦。那个你屁股还有1000块可以拿。啊，那个模式是尽量是杠别人的牌会比较，还会有分数呢。对啊，你只要凑3个、3个、3个、两个就可以胡咯。你的那个能吃就吃，能碰就碰就可以用。啊，可是那个模式是只能只限定碰啊。神社の鎮竹林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没打字偷窥，那就不能怪我没办法给你扳手了啊！你不打字，我怎么点旁边的东西让你有扳手？天哪！天哪！他连二啦，制裁他！他要把我们打回原形啦！那才动一局啊，可以先去休闲场，等熟悉点就可以打其他五个条。你是说什么东西？你说金模式吗？对面有点凶，我对他超没印象的哎，你是谁啊？看有人场完全没玩过，段位赛嘞，考一下，也没有活动，也没有。你这只角色是干嘛的啊？一脸问号，怎么都没有哎、欸？干嘛嘞？也没有。新创的就有角色哦、喔，太猛了吧！不是何等对啊，很好奇耶，什么都没有啊，这个还有这个东西，最近开的小号。不是啊，我纠结的点是为什么会有角色啊？一开始就会送寻觅券吗？没有啊。我们有请这个本人来回答。你是聊天室的谁？回归有20张哦。哎呦，那我不玩了。等辉夜姬有出造型再叫我回来。未完仙客，还是你是为了这次活动才下载雀魂，结果没有抽到你要的角色，是吗？什么？我让你泡，你让我喝，完美。力气，多拉。啊！啊！啊！辛辛苦苦弄出粒子。被翻到李宝，还是他是随便打房号，刚好闯进，我们没有一个人认识他。
他这样。累了早点休息，应该就十二点了啦，十二点去睡觉。对啊，反正就很累，只是睡不着哦。但就是累，你躺在床上，我已经闭起来也是在想，然后真的是不用说什么眼睛闭起来不要乱想什么之类的，不可能。没有想睡，累，但不想睡。要你唱安眠曲给你听吗？你确定不是唱到我要住院？也不对啊，你唱歌也其实蛮好听的。睡前让大脑放松，所以我玩这个没办法放松，对不对？不该玩，不该玩。再去听那个暴怒的人，挑起争端。暴怒的人，挑起争端；忍耐的人，仔细分身；忍耐的人，仔细分身。假如你生气，假如你生气，阳光耶稣，阳光耶稣，生气不可到日落。早日落，早日落。这个时候不要生气。他说：“哈哈哈哈哈。”哎，聊天室有谁玩光遇啊？这个游戏。那其实对这个游戏有兴趣，他只是怎么操纵还不知道，是觉得里面的角色简单的很好看。他说带自己的牌来打验牌呀、啊，这个怪怪的啦。玩过一次，然后掉进坑里就不玩。你是说哪一种坑？是拔不出来坑，还是你掉到一个深渊峡谷里面出不来？因为那个不是也是类似跑酷类的游戏吗？砰！砰！你又再来玩十分钟的，所以那真的是会不小心摔到谷底，然后哇还要体力哦，哇，感觉这还可以让人家带啊，因为 Switch 六月会出，说完结了，来去躺了，好，卡比晚安。光遇啊！砰！对啊，我知道啊。然后那时候就会有说什么，我那时候是在看影片，说什么萌新，然后一般玩家。老手跟大神，看他们怎么玩，这样子。好了，自动合，嘿嘿。这他可以用走的吗？我怎么记得好像，我记得可以用走的。我是喜欢他就那种简简单单的，然后我穿披风啊，
我想说啊，既然我 in game 那么烂，那玩玩玩光应该 OK 吧？很可爱啊，欸，你打什么东西被 ban？ 没看过，玩过 in game 欸，为什么呢？就算你搬不到记录档，那是因为有那个啊，有版权。你按到了哦，不 ban。不好意思，你要三分钟不能讲话，不好意思，不是啦，五分钟啦，再来啊，中，我自己很常按错，起来用电脑、你看到一句什么？他讲什么？瓦拉瓦拉到底？刚，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、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。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。你有没有偷看台啊，小朋友？我这个牌很刺激，我刺激，什么意思？你是想说最后一名成就我吗？質問。一般人相手の時はもう少し手加減した方が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？謝謝泡泡龍、小刺刺跟飛機。小刺刺魚你是誰啊？為什麼對你沒印象啊？我要把他踢了。哇，你真的到了。你要通话吗？哇！小刺刺到底是谁啦？小刺刺是谁？干好困哦！到，我好想哦，你那个结婚的那个。砰！香，香很美。姜啊，到啊！
是说现在吗？嗯，吃完泡泡。不对。我拿下眼镜，开心。啊。你先滴个眼药水吧。哎呀，眼贴得很，我擦眼。画面很为什么不跟大家说说你昨天被电脑欺负？被电脑欺负没有啊？要我跟杰克团团，然后缺一个人嘛，我就抽一个简单电脑。那个简单电脑多扯嘞！我在东山局的时候吧，他就双粒子的哦啊，简单电脑双粒子。哇，他牌太好了吧。上下家都是很常出现在聊天的关系。对吧、啊、没有他，结果他那时候双粒子之后，然后就一直好像打到牌剩下也是20张左右，然后就被我，他那时候没有出去看牌。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さ。哦，小刺刺是你哦，哎、欸，为什么你的角色？你是为什么？刚看你。什么活动都没打，任务也没打，四人麻将三人都没有打，为什么你会有造型？我吓到你，太大声了啦！会吗？我就很小声，叫不醒我。不要啦，砰！喂，喂。10枚になっても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。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。你好像感觉你要我干大的。可不可以先打？啊？你先打，我再打。那张牌感觉是你要的。啊、哪张牌？红红的。红红的。红的那张，感觉你很像。啊？啊？红中啦，不是啊，是红中，不是啊，哇，所以大家都在躲你耶，你好强哦。哦，还是他是买账号的，我不知道哎、欸就是，他说刚买来的，买的意思是买账号的买吗？刚氪吧，他是财务自由。你是为了抽那个吗？狂赌的角色抽的吗？你的国士好、哦、没有办法咯，我没有办法，真的没有办法，真的没有办法啦。而且我们也没有人胡啊，就你自己摸不到啊，怪我啊。你刚刚踢这两张，你现在又摸那么多这两张是什么意思？我现在很生气，我气到把他们摸回来。哇塞，好强哦！哇，我好想要哦！我好想要哦！会、嗯、下雨？那你听见下雨的声音了吗？没有。哇。哇，为什么你们都不要影子啊？他们看起来那么香哎、欸。
你看啊，我之后也都是开始会留宝牌啊，扣的得不得丢出去啊。可是现在你应该比较愿意丢出去了吧？会听到很香的声音哎。所以嘞，就要可以打出去啊。靠北边哦。都没有办法。我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哦，为什么？对吧？开车。拿电锯啊！哦，我以为你要开车哎、欸！天哪！办法了，大人自责。为什么吓到我？你比可以做。推推。血魂血迹都没碰过哦。你是玩那个吗？天凤吧。那、欸、鱼好大哦、喔！我现在打牌，我没办法关门。你快点立直就可以关门了。我是想啊，靠腰我立不了了。你可以摸切啊，自动摸切，然后按合牌，假装自己立直。不是啊，等一下弄到一番，那就罚你自己停赛三天。好啊，我是不是很优秀？对啊，你们打，我用观战的。有还有观众场吗？有很多、哦，你看你要进哪一场？我们现在有四个观众可以进来。对。笑死！你想哪一场？就哪一只？我也不想带一个小呀。边打牌边看牌，好，好，好，想睡觉，但是睡不着。疼！不行啊，小鸡鸡耶！有没有可以干个红中给我？我没有对对胡。那就把你把揪碰掉了啊，就可以了。对对，把你的把揪碰掉就有对对合。还是你是三只啊炸弹体？对啊，那就很尴尬了。我在努力，在乱猜了啊。好，你乱猜。有了有了。你会有报应的。好了，合合什么？接啊！我们就按合。关灯，不是关灯啊，关门啊，关窗。然后有咦，你要等一下哦，关窗户的声音。啊，快！好、哦，滴完了他，你们有听到吗？ビーチ、楽しみ。
哇，又低了，又低了。それちょうだい。リーチ一発ドラ。99.8，没办法，已经被我过掉了。我就是个小鸡掰人。回来了。我听完你低了。北方枪。谁放枪？白九九。放枪给你啊。嘿呀、啊。繁星小鸡鸡没有，最后有变大、哦。他搓一搓，你他搓一搓就变大。对呀、啊。那小鸡鸡之前还可以放个贴图，就给我糊下去了，根本就蓄意的。真的，把你停在。把你戳大500。哎呦，怎么样？原来有时候真的不一定要攻击啊，可以防守。哇，看你要啊？没有啊，你知道哎、欸？我当然知道啊，看你要丢个3900、7700出去，还是丢个1000出去而已，你选。我怎么会不知道？好棒！拜托，我防守能力很高，好吗？我招牌很大啊、哦。干你听什么？这盘很大啊、哦！啊，你听什么？这盘很大，我听蜜蜂啊。蜜蜂？细蜂？细蜂？什么细蜂？哦，感谢新会员。哦，对，昨天不是我说感谢会员吗？啊，没看到的话，那是因为 YT 坏掉了。感谢小智新加会员。Oh、还有，看一下机器人打的。你、欸、啊，有兴趣加入 DC 或赖群的话，可以私讯粉专哦。哎、欸，怎么我摸不到，全世界都摸得到？我要哭了，真的要哭了。又你哭了。わらばは緊張しない。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。カンニャ。你真的很敢呢、欸！我就说我的牌很大呢、欸，是你啦。好呀，你国士无双哦。不是啊。还好吧？你这样几番？我自摸就四万克了耶！你开我玩笑吗？哦，白痴哦。刚刚亚喵打的西风我没糊啊，干嘛不糊？过水啊！干嘛过水？喜欢啊！我喜欢。你管那么多？问题真的很多呢、欸。我要问呐、啊。我不要回答。你是想飞谁啊？飞你啊！哎呦，飞你！没有啦，我刚刚那个就是自然科牌跟那个真的差很远啦。被你魔术，哈哈！不会打这个好。我自愿。继续啊。看啊。唉，哭哦！被你魔术，
兰克是多少？4800。斯兰克是一满。对啊，多少啊？3200，4800。我看见了4800。哪一个？分数啦。32000吧。32000啦，好呀，分数3200。我的，这我多神，觉得多莫名其妙了吧？我们在 DC 没有啊，就是得进场进房间的，有时候可以来 DC 聊。有你给我的幸福，爱我。快12点了，对啊，差不多了，等下再一场，对，来，混。神社の力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他妈脏话，你怎么丢这一张啊？那种感觉。小鱼上班还可以进语音呐，我没上班。翘班。翘班。睡过头。是我自己的这种风就真的很奇怪。如果我胡一个断腰酒，然后一保牌，你会不会杀了我？不会啊，我说可以啊。那你会不会偷偷嘴我？不会啊。好，我相信。我变男宝牌了，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。想七对子啊？你怎么知道？是不是？不是啊，我不是啊。七对子本来就有翻啊，所以我不用问你任何问题，我的牌是很散。哦。对你。No点。结束了，结束了。好强啊你！在啦，那边过水。为什么不能过水？啊！投げかなくてもよい。なんじら凡人がわらわに勝てるのは当然なのじゃ。哇，新民的，哎，我想跟新民打，哎。哎，那你要回来啊？他跑掉了。靠呀，真的假的？好了，我没提他。我等一下，关台后。好啊，关台后。好、啊。那现在没人进来耶。哎、欸，还有没有人？你等一下、喔。还是房间坏了。房间坏了吗？你静静看。没坏啊。啊，我。我不是啊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个小。进过了就不要进了。小智智晚一点，因为浪可以没玩过。对对对。你怎么抽到辉夜姬了？你是进来炫耀的对不对？你跟我讲，对我就是进来炫耀我有辉夜姬的。房间没有坏哦，大家可以进去，没玩过的可以进去哦。新手可以吗？可以啊。Yeah. 啊，没了。天狐是你哦，你好，你别看台哦，谢谢。你可不可以开直播给我看？你要知道棋哦。不是啊，我看而已啦。不要，你看上次就说，我真的不懂你在打什么。可以，你可以跟我说，你就说，嗯，我在打那个、那个跟那个、那个啊。那观众就说，好好奇哦，叫的是哪一个？哦，你就错过了。刚想完，你妈就叫你，没关系。我们可以私下跟你玩，然后私下录影，然后把你打错的全部拿出来嘴。你录影就好啦，是不是很优秀？
不敢玩，怕被妈那里抢进来干嘛的？对啊，那请问你现在干嘛的？我想到你们想不到，一群傻逼，阿内吗？小舌头。我也想睡啊，睡不着。半夜睡不着觉。原来十八都要。是这样唱的吗？你猜呀、啊。好像不是的。你猜呀、啊。你快听。滴答滴滴答滴。滴答滴滴滴滴的声音。来，你要我打哪一张？这张？还是这张？先碰了再说吧。你不是对对合吗？对对合最爱。爱呀、啊，超爱、欸！能领上的东西耶、欸。好，你就领上开花，摸个鸡来领上，好吧？啊？啊？摸七饼领上啊？摸西饼领上七饼啦，哪里有七饼？哦哦，白痴哦！砰！来了，领上哦！哇，还没来得及，我怕来不及。我要告诉你。罗拉桑，哎，大了耶，棒哦你！你要看来看啊，他们两个的表情包是同时的。哎、欸，这种情况你会打掉这哪个吗？这边的？我会打掉西风。那你会哦？不会哈、哦。我会碰啊。哦。不会碰。对啊，我想说我会，我的话也会打掉。啊。可是我先打二条。真的假的？因为你已经打了一三条啦，留着二条很容易震听哎。因为他常常回来啊，回不来了、啊、一条。你又知道？不是啊，我可能会有字啊，字条啊。你每次都说我干嘛，我就自摸给你看嘛。你看，哇，你看，你还有五条可以搭马的。你马的什么马的？我是不是回来就跟你讲了啊？你每次这样讲，我就说他们会回来啊。正常打牌不会赌他回来吧？我就爱赌啊。算我要告诉你，不要吵架，不要吵架，不要吵架。那、啊、你都吵不赢我。不是啊，打八万啦，哭啊！我在打了啦，看老巨打字哦、喔。那你等一下进七条怎么办？嗯，七条怎样？打这两张、啊，我打这个啊。怎么了？完，他生气。你刚？我刚。你要把八条摸回来哦，还不是你害的？我刚不是叫你打八万？你不是说打八条？八万啦，我真的讲八万啦。是吗？聊天是他讲八万还八条？
腕哦。リーチです。你是缺的八万？天哪！就哪一张？五万啊，我觉得啦，五万。我碰喽。碰啊！碰。我碰喽。金牌耶！我自摸给你看。信不信？我信你啊！自摸，谢谢。谢谢冠军。靠腰啊！怎么办？好危险哦！给你了。干你的事就好了。你ドラ猫にドラ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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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还好有开台，不然我一定会被骂死。八万给他拿回去听，太感谢你了。如果刚我就只在这边，你突然讲八万，我也听错了。没关系啊，不干我们的事就好了。海龟是说不能键盘教学嘛？我是用嘴巴的，所以我还好。对啊。你有本事，你用嘴巴打字，我就给你过，好不好？你会哪一个？要过，我不要。这个。这是三饼啦。因为我本身就没有很强。我也没有很强啊，可是你是雀姐，因为我打很久，我刚好遇见你，打六条，没有，我在看啊，我在想这个要放。不要哦，你要来干嘛？啊，什么东西？那是把揪，我知道啊。摸一张一万就起飞了。那、啊、怎么不摸一张九万？那九就跳。因为九条别人打过了，比较难摸到。哦，有这样子的。就少一个机会啊。用牙齿打，没有用舌头打字啊。看那个大舌头。但你是鬼吧？你这也是用嘴巴打字的哎、欸、吧？你也是用嘴巴在玩的哎、欸。对啦，所以我肩膀的字都被我舔没了，哇！还是红的哎、欸，你好好哦。リーチ一発ドラ。莉莉，你是不是翘班的力量比较强啊？等一下给你开来玩哦。不要，不要闹！我要先爬自己的那个。一条吧，这里安安，这个，嗯，好啊，一小班的木炭，我只是为了跟你玩麦块耶，哇，你们麦块现在玩到哪里呀、啊？啊，红中。你们那麦哦，你们是用那个吼、哦、八面，不行，我等一下不能玩，要睡觉了，我快数了，跑掉，好啊，有人养没有人养啦、啊？你确定现在不是吗？没有到十二点啊，十二点后我就虚脱了，就快死，我还没睡、欸，他就去医院吊点滴了。对啊，就我要再去吊点，吊一吊，反正能维持生命就好了。你总会有想吃的东西嘛？想吃的东西吗？钱。哎、欸，早上donate10块钱给他现场吃掉。哎、欸，我还没吃过金条哎、欸。VPN 美仔，仔美仔是什么意思？他应该是问我宰没宰吧？还没，不要吗？不要、
要。可是，可是这两个打掉就可以断幺九了、欸。可是你这样子聽，我断幺九还有一番呢、欸。九条，会听到九条啊。因为你四五要六条嘛，你七八九也要六条嘛。嗯。所以你要确定你能摸到两张六条、欸。我可以啊。那你就打掉啊。你看。我看什么？他们都分开那么久来的。你看，你又没摸到一万跟二万或四万。子母，我没那事。没事，没有没事。有啊，我看子母哎。很小啦。好啦。看，很小。不关我的事啊。而且你不是庄家，赚。对啊。好了，该来拔小的了。没有哎、欸，他没有想要给你小的意思哎、欸。好难哦、喔，这怎么办？三饼啊？为什么？那如果来二饼怎么办？你就做混一色啊。混一色。你说二饼来的话就做混一色哦、喔，通知吗？对啊，混二饼啊，对啊。好啊。好啊。好啊。六条，嘿，六。好啊，你再讲出来啊。就做混统一混一色啊，好啊，很正常啊。你看，我看什么？不是来二饼啦，才会做统一啦。那等下有碰要碰吗？要啊，为什么不碰？小月安安，你昨天到底几点睡啊？昨天两点三点还看你在闪闪的台，不是说下班很累了想睡觉？第二条，一条，不是三条，二条，看，我想说一条没有一条，你是想讲一万是不是？小鱼，对不起，我没和你起死。不会啦，会啦，会啦，你会摸回来的、啊，你自己说的。他刚刚已经来三次、四次了，他会来七次、八次的。没有啦，这次没有带自己的牌过来。我有，我有，我帮你掏出来。可是我都看到一堆一条，打二条呗。你看到很多一条，真的假的？嗯，我说你有很多一条。我没有，我只有一个一条。嗯。你看。来了。来了。来了。打三条吧，哇哦，哇哦，哇哦，还好你没打一笔一万，哇哇哦，哇哦，真是哇哦，还要连装给他，哎、欸，不用哎、欸，没了。谢谢你的杯。谢谢。投げかなくてもよい。なんじら凡人がわらわに勝てぬのは当然なのじゃ。好啦，感谢各位啦。看，不是那么高干嘛？爸，哎呀，可是你那个修行啊，他拿到的那个红猫熊猫吊饰，你要全部拿来换第一个哦。我有啊，我看已经四个了。错。爸，啊，如果下一个要做什么？就没差了，感觉没差，对啊，是多玩几次就好了。没。然后那个布告栏跟那个闲人之塔的东西也可以拿一拿。有啊，欸、我还有。
你滚上去，它可以不用一直那个，就是你可以滚上去。哦，白痴哦、喔。嘿，嗯。我想说往下滚没有东西，原来是要往上滚、喔。嘿。有屁。不能笑、喔。有屁。哎。好啦，各位晚安啦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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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没关，想骂人先等一下。对，我特地把台开回来啊。开回来，开什么开回来？你等下不是要录影吗？你不是要跟西明玩？然后把它做成 POP 泡泡影，然后开始攻神他。